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成伟。大家好，我是 Andy 梁。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青青农场。对。我们今天早上是六点多起床。对。然后我们开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所以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所以才来到我们青青农场。对。所以这个路程是非常的远。对。而且重点是，它最后路的全部都是山路，超晃晃的，我脑袋整个快炸掉了。因为我早上吃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没有特别晕。希望等一下可以体验到美好的青青农场。希望我们等一下能看到羊妹妹还有那个马可爱的羊妹妹。那我们等一下马上就去看羊妹妹吧。跳一下哦，还要等一下喂羊哦。跳一下就马上到。为什么呢？一般人看到这个杯子摔下来，他们怕，就是为什么？上直升机，转转转，最后打出去的时候，你要让啊，果然知道你要带出去。可是小姐不要怕，我们离得远。没关系，他来了。他超软的，各位旅客，大家好啊。今天我们来到南投区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——青青农场。这里环境清幽，空气新鲜，气温凉爽，就是个放松心情、远离尘嚣的好处处。别以为这里只有山山水水和草地，其实还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可以跟你打招呼，有羊妹妹、马、火鸟等等，全部都很可爱。跟人亲近又友善，除了动物之外，青青农场还有许多值得一逛的景点，例如五岭、四季如春、青青草原等等，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风景和特色，让你拍照打卡，留下美好回忆。那我们来谈一下交通问题吧。如果你要开车来，记得要小心山路弯弯，不要开太快哦。若是搭公共交通工具，可以坐到台中火车站，再转搭客运前往，非常方便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：如果你想看到最美的风景，最好选择日落前来，那时候天色非常美丽，山顶和夕阳交错，简直美不胜收啊！然后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才来到我们这青青农场。这个路上真是非常的辛苦，对，而且它的那个路都是弯的，都是山路，弯的，所以不太好，就是头会很晕啊。头很晕，可是我早上吃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不会很晕，我没有特别晕啦。要吃，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走山路的话，记得吃多一点东西，这样才比较不会晕。我们等一下再赶快去青青农场体验一下我们的悠闲生活吧。OK， 我们来 go。青青农场这边的摊位很多，但是为什么都是香肠？跟猪肉饭还蛮好吃的，完全一样的，好厉害哦。对啊，用不用问好吃。来，请大家慢慢吃，推选三个。一样的东西，请大家都选，在留言区留言。骑马乐就是200元，然后它就是只要110公分以上的就是200元嘛。然后还有非常多种类的项目，然后重点是还有马匹的教学哦，专业马术教学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绵羊的这个贩卖，如果有人投100元，只需要忘记扭这个吹鼻孔，然后他70元就不会跑出来。所以我现在扭这个吹鼻孔，看一下会不会70元跑出来，这样我就爽赚70元，可以买两包。3、2、1，葛兰还骑着他的马，然后把那个羊赶下来，然后羊赶下来之后，他邀请一位那个年满18岁的男子去把那个羊群做一下分类。然后还有带我们做一些活动，真是非常开心。然后最后羊群还有在我们的走道一直在走，真是非常的好笑呢。10:45的时候有去看我们的马术秀，他一开始就是那个
就是先那个让马熟悉一下环境，那个空中瑜伽哦。重点是还有一个人脚踏两只马，脚踏两只马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就有个人，然后他那个踏着一只马，而且他都没有拿绳子，而且还能做那个丢那个棍子，然后这样像那个小丑一样那样一直丢，真的非常的好玩了。对，真的太 OP 了。好，经济农场这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，然后还是个避暑胜地。我真的觉得经济农场真的是非常的棒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去看我们的羊妹妹。羊妹妹。等一下，赶快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羊妹妹，结束今天的旅程吧！赶快去看一下我们的羊妹妹 ，Let's go！ 羊跟我说再见喽。嗯。耶！耶！哦，快呀！这是奶，鲜奶蛋卷，这个是鲜奶蛋卷，这边就是牛奶梨果卷，梨果卷。那还有一些纪念品，就是麻雀虽小，可是那个东西却很多，就五脏俱全。自己来自己看哦。自己来自己看哦，走吧。洗手会游泳，对，好，对，有泡泡，拜拜。好，吃完饭。拜拜。好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满满的樱花。拜拜。拜拜，再见喽！再见喽！拜拜！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我们新农场的尾声了。我们刚才已经看完了最后一次的绵羊剃毛秀，所以等一下就结束了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小铃铛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新农场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就按赞还有订阅小铃铛。我等一下马上去洗手了，因为我手都是羊的大便。真是非常的棒，我们今天要体验绵羊秀，还有我们的马术表演，还有我们的喂羊妹妹，然后看那个马术秀，然后我有一次对羊妹妹讲，然后羊妹妹就真是非常好笑。那我们赶快进去吧，走，我们从地下道入口进去喽，走。这是地下道入口，看是你耳边。这是瑞雪亭旁山丘。他这里的话就是介绍一些对他们的农场的历史。对，农场的历史。那在旁边就可以看得到一些照片。你看，这是22牧区哦。你在这里吗？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观众的表演开始之前呢，要跟大家玩一个默契的小游戏。待会这场表演过程中，会看到成员们举起他们的手来，不管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，那就是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致敬表演掌声。所以当这个表演举起手来的时候呢，大家记得千万不要用特别热情，掌声可以给妈妈出来表演。我们的神仙一样厉害的招式，都能够稍微改变一下，拿着这一条路上马上的步伐，今天的这个神仙一样厉害的大风大
是来个双跳马的掌声到台。那么在剧中的小默契，当这个表演举起手的时候呢，就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致敬高音掌声。刚刚的甜心教主呢，我们跟着音乐前奏，在马上的这边给我，即将轮到的小皮卡第二次出场来挑战。我的心情的心情的
杀心。今天又变冷，冰冷却感到温暖。现在你不来我就不来，阳光热，有你傻笑爱我，长寿安安静静。今天的心情真痛苦，看出那小心翼翼的背着我飞起。今夜路上有你，那些情字要我的心。我想我爱你，我是三年难得的不是甜蜜，就难轻松的去面向不平，也不必说话的不停，每个语言都是惊喜。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，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心，让我来填满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新的刷新。不说未知，不怕，你不怕，不是三年两日，不是甜言蜜语，就能轻松的说话。下午的树木看不停，每看你一眼都是惊喜。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，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心。让我来填满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新的刷新。各位观众。